中线。王威成今天第二支的安打，今天表现得很好，但是机会点下去，结果点得比较用力一些，投手哇，也在传，结果是一个失误，哇，传偏了，传低了，直接做攻击，三游间安打出现，那这个球员比较浅，可是教练这边台绿灯要冲回来，没问题。王威成滑过来得分，詹子贤直接做攻击，让中日兄弟现在2-0领先。安打嘞，对，还是直接攻击了，直接攻击。